啥观点，我肯定拿不出啥。好，各位嘉宾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百年大世界。那大世界呢，曾被誉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。今天大家呢，在这儿既能享受到时尚的现代，更能重温儿时的记忆。那今天下午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将为您请到的是一位我们滑稽界的大家，滑稽界的领军人物，他就是中国曲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曲家协会主席、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团长、著名的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老师，有请王老师。谢谢，各位大家好，别吃过啊，吃饱吧，没吃饱举手。我也是三级不是亲戚，非常高兴在大世界见面，上来就欢声笑语，大世界妇女节，大世界在搿代人当中是一个老深刻的一个记忆。其实像我来讲讲大世界，都是上海文化，搿题目呢相当这个头，侪是各位呢在上海人比较多，我听听上海本乡本土人蛮多，当然有外来的上海的务工的新上海人。大家对上海大世界已经非常熟悉，首先这个建筑，一个地段好，市中心，对吧？跑往东面跑是这个外滩，往西面跑呢，老早那我也讲了，有人就晓得，有人未晓得，往西面跑老早有叫新城隍庙，城隍庙有个两只嘞，对吧？上南面跑是老城隍庙，隔壁还叫新城隍庙啊，上北面走老北台。这个东南西北啊，这个是居住的地方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。而且大世界呢，从小大家来白相的，基本上年龄了50岁以上的，对伊个记忆是特别深。大世界开到现在呢，已经一年多了，承蒙大家的捧场。虽然讲呢有种种的这个评价，有好有差的，但对伊个开张，大家抱积极的态度，因为大世界已经介许多因素性关闭了海了。现在重新开张下来，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休息娱乐场所，搿是阿拉市政府办了桩老好事体。侬勿看迭眼房子啊，空关了倒没啥事体，开开了事体多了勿得了。首先呢要运用，搿像一部机器一样，侬个电勿插进去，机器勿会动个。等到机器一动了，那好了，搿部机器只能开了每个环节、每个细节，侪需要呢去运动伊个，侪需要呢大家去那个配合伊个。一直事体来得多，能开到今朝呢就非常不容易了。实际上，大世界到现在为止45年，将来的人呢肯定比现在要多，而且呢，阿拉现在的活动呢要变越来越丰富。我最近呢，阿拉搞个活动呢，就上海妇女节。为啥讲妇女节？道理蛮简单，妇女上海话。现在在座各位上了年纪呢，晓得上海人蛮急的。为啥？上海人不会讲上海话。最突出是小朋友，小朋友不会讲上海话，一定是上海人，给大家蛮急的。因为上了年纪人呢，像我这么50、60岁人呢，搿上海话会得讲，但是北方话啊，就是这个普通话水平辣提高。为啥呢？搿到屋里向家庭结构起变化有关系。侬比方讲阿拉每趟老大爷门口会得发现搿种情况，比如小里这个爷爷奶奶、爷爷奶奶。外公外婆去接自家外甥啊、孙子啊，蹲了那个门口头，等到学堂里一放学的辰光，这个家长呢安上心，小囡们走出来了。搿上海人的家长呢，第三代特别亲，看见孙子、看见孙女，骨头亲了不得了，要开心啊，自家人骨肉至亲嘛。刚刚来办上海话，哎呦，乖女啊，哎呀，侬下课啦。那么上海人我觉得。你没空把那烂屁股，哎，给小朋友来这个烂点。当然下课了，老婆下课，我出来干什么？道理也有。可小囡对伊讲了，侪是普通话。因为啥？伊还没跳出学堂个只好几个氛围，还没跳出搿只环境。所以呢，一句话这个情景呢，就会得老有趣的发生个。那么爷爷奶奶就问伊了：“今朝中饭吃得好吗？吃得很好的。”啥小菜啊？吃了青菜和带鱼。哦，当然吃的，青菜肯定没吃的。
别胡说，今天我把青菜都吃掉了，老师还表扬我，侬讲真啊？哎，我当然是说的真的。干嘛只吃青菜一勺小菜？哎，有了，还有番茄炒蛋。哦，番茄炒蛋，你今天番茄炒蛋吃完忘了没有啊？吃光了，那么饭吃的多吧？饭吃的很多的，老师表扬你吗？老师今天也表扬我的，妹妹叫，跟爷爷奶奶跟我小朋友都讲普通话，人不给个背打过去的。七个人光一个上海话，一个普通话，回到屋里向两个人都讲普通话。走到自家屋里就不对了，爷娘出来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肚子饿不饿？要吃什么东西？才是讲普通话，没那个环境，那么尴尬的。你家的上海，中国景色真好，侬知道中国什么个城市哦？高楼大厦，侪是变化老多，真的为了国家的地震叫好，真的是富强起来，年轻人一点好过。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是提高，这个大家是不是提高闲话？阿拉不是那个开专题的。但是他发现了一个情况，每个城市面孔都差不多，最高的大厦没自家特色建筑。所以讲了，人家有尊严用啊，那有中国其实就像那个森林，叫四季森林。这个森林里头一张张一棵树，阿拉在受到城市向现在一张张房子四季的。搿其实呢，辣这个城市里的流通，侬去看建筑差不多。老百姓房子像兵营差不多，所以每个城市没自家特色，都是最讨厌的。那比方讲苏州，江苏省苏州这方面做的比较好，伊也是坚持着走阿拉中国特色的民居，江南民居的特色。所以阿拉一到苏州一看，蛮亲切。哎呦，苏州到现在变化蛮好，而且房子嘛修得蛮好，这个风格呢像小红口去过一样，所以这方面做得好。但可惜很多城市侪没自家个性。拱形就是个新房子，因此呢，侬跑到任何一个城市，现在差不多。所以阿拉大家是老紧的。阿拉认为语言才是血脉，这个语言的流通就是一个人啊血脉相通的。那么搿能样一个城市呢，是西欧的城市。如果每个城市讲勿侪讲普通话，房子嘛差不多，跟侬分上南京、北京呢，侬分上个天津、广东呢，不要分了。所以语言是自家特色，建筑是自家特色，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风格。现在上海小囡仔真的不会讲上海话，阿拉是交关实现。为此这个事体，交关的城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有识之士，包括家长，都是在有关部门去反映。可惜呢，上海想要讲上海话，等到今朝搿局面还是老不容易的。为啥呢？因为当中的出过啥问题的，规定上海小囡仔到学堂去上课去。必须要讲普通话，不好讲上海话。讲上海话，老师批评你怎么说上海话？应该说普通话，因为我们推广普通话没错。推广普通话是阿拉中国人国策，但是保护好上海话还是义不容辞。一个小朋友要培养伊从小爱国，爱国从啥么开始？我认为爱国从爱家乡开始。上海是我家乡，那你爱家乡就是你的爱国乡，所以学会上海话意义就会非凡。可惜这个小玩意不会讲，比如阿拉个副队长叫毛毛的，大家都老熟悉了，面孔一粒粒，对不啦？你是杨梅漂亮的，我到你刚才我一吓了，问呀，阿伯，我咋出生证呢？出生证啥么子？阿老师讲啊，要搞出生证嘞，对吧？小学毕业考高中啊，初中要拿出生证去报名啊。侬那个出生了，那为啥是出生了骂人呐？老师，是呀，我们每个人出生才会得出生证嘛。出生证，伊讲么叫出生证嘞？这是为啥呢？既是笑话，但真正是发生了生活当中，因此大家是蛮实际的。大家除了富裕，因为上海话保护的刻板印象，小孩上海人一年一个学会上海话，而且学会上海话有啥好处？学会上海话是多一门语言。大家才晓得，语言是人跟人之间交流的一种工具。我同自己讲闲话，阿拉交流语言，实际上阿拉交流是生活，交流阿拉信息，交流阿拉思想。侬多种语言，就多种门手段。阿拉小朋友会到里向去，我搿个作业为主。阿拉隔壁个小囡，哦哟，学堂里四点半下课，伊要么学钢琴，伊要么补数学，啊，伊要么去学跳舞，要么吹笛子，还叫伊弹钢琴。小人他或者两只手忙得要死了，我看每天夜里侬八九点钟困觉了，还算早了。
其实哪个小人根本用不着搿样子培养。但幽默必须要掌握，就是语言。侬学了介许多语言，侬学上海话好，侬拿学上海话就像拿当然不好外语，侬平时多一门日语，多门英语，人跟人之间交流上多门语言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辣世界上，整个世界地球上向有人的地方，侪有阿拉中国人，阿拉中国人骄傲。我可以，我出国地方不少，跑出去侪能够碰上中国人。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有地球的地方也有人，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，有中国人的地方也有上海人。所以上海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人跟人之间讲闲话的工具。一讲到上海话就老亲切的，乡音绵绵。哎呦，大家老开心，把它动下来。所以讲，我会多一份敬意，多我上海话，而且呢，第二，上海话表达的思想感情表达事体比一般语言要清晰。阿拉有上海人独特的讲法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同样讲颜色，普通话形容颜色，但上海话形容颜色显然就不同的。普通话讲有文字的，侬只要文字读好了，对吧？上海话就比较生动。一样红，北方话一个是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蓝的就可以了。上海话老生动，红，血血红。黄辣辣黄，白细细白，绿碧碧绿，青桑桑青，黑没子黑。就上海话形容的颜色，讲特别是讲人的心理，我心里就乌心，什么叫就乌心的就是这样。不像我很高兴，高兴，当时表达了我开心心情。上海话哎呦老乌心的，可是我最常跟你讲。悟性得不得了，悟了心里想悟性，搿种上海话呢，侪是能够代表上海人搿种水平，阿拉上海人的上海特色。搿么有时候人讲呢，上海一定要是搿样子，当然特色了，但是外派个，勿管从啥角度来讲，上海人上海人的特色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大家有生活当中碰到的，尽管是老微笑，但侬仔细想想，搿段辰光辣搿眼勿错。王汝刚没自由，伊讲了正正宗。阿拉上海有几样物事，世界浪向呢，排得上前头个机会。大家在想，哎呦，阿我文人去接了错，不是啥物事，上海个土特产。我可以提醒大家一样，出过国个朋友才晓得。那么有种朋友讲个，阿我五香人，擦皮头，臭豆腐干，没啥事。这个物质个物事没啥西，这个物事是旅游产品。我举一样例子，那今朝听的人不多，两百人也不够。我讲拨那两百人听，那两百人最多两百人晓得。第一两百五十人没了，拨那回去一宣布呢，老麻烦。啥物事？上海有几样素菜是全国全世界没的。啥物事啊？西菜。西餐，西餐外地一个西式干部的，最得有特色的啥菜？嘿嘿，那咱们万万没想到，德阳们居然会发大财，不是？塔克菜，最不起眼的塔克菜，全中国的塔克菜是上海最好吃，西式干没塔克菜的，阿拉上海人到外国去生活。老聪明的，在第一顿菜阿拉自家当然装个菜籽西，中文不中，羊肉种得出，哎，乌参也种得出，竹笋也有个，味道一样么子，塔克菜没有，我不是瞎讲，那今朝两百人听好子回去问，如果有人反馈侬，阿拉囡儿阿拉儿子啥国家，伊拉国家有得塔克菜，侬告诉我，看地铺空白的，没个。那么塔克菜为啥到底长不出来？上海土地的独有的，一个汽油，一个土壤，生产出来的土特产，只有上海有，没人研究过，是我自个研究出来。任何一个菜场去看，全中国才有，全世界才有，塔克菜是没的。而在那比利时这个国家，介小国家当中，有一家人家叫上海饭店，我曾经去访问。上世纪我去，
到伊拉的国家去访问。迭家人家上海饭店靠一只菜发大财，他锅菜烧东升，东升有伐？东升有伐？外国人有东升，他锅菜是没个。葛末搿他锅菜啥地方来呢？迭家老板的囡儿辣辣上海东方工作，伊每次用飞机走迭个航线辰光，带得起一马袋个他锅菜。我可以这样讲，就得一马袋个他锅菜。是迭家人家发大财，我到伊拉搭去吃过的，大概是两颗太空菜，小了些，两颗太空菜，摆个大概四分之一个东升片炒的，叫上海名菜，太空菜烧东升，一只要卖到每斤200块，居然有人吃。后头些菜，我讲那吃迭个太贵了，不像样子，200降低2块。后来固定20块每斤一份，直到现在，搿个人家还辣卖。葛末有，阿拉中国人老聪明个，我跑过许多地方才看见。侬比方讲，阿拉拿中国个菜，黄啊菜啊，啥乌参啊啥物，葱啊，阿拉中国人到一个国家，伊会得自家生存。阿拉中国老祖宗侪特聪明，特别山东人，山东人啊，农村里人到外国去做啥，专门种菜个。伊拉是告诉我，什么菜阿拉种的是，你们上海这个塔锅菜我们种不出来，因为这个塔锅菜很难种的呀、啊。这我种下去是它苗出来的，到后面这个塔锅菜不塌的。那么，所以我说黄老师，我问你，你这个塔锅菜这个山怎么写？我就。我是怕怕我中初中毕业生的话，他刚才才是真老难想的，因为上海人有独特想法。他刚才他特立的他苦苦海苦菜蔬菜菜他苦菜，为啥要吃？上海人过年不要吃的，讨口菜的，所以一年四季吃了他苦菜，一年四季苦不吃了。所以他苦菜是阿拉上海的土特产，是全世界的骄傲，也是阿拉上海人骄傲。我举个例子啥，没人会得到我讲那个。拿去听，哪怕最高的国家级的领导，最高的科学院院士，当然讲科普知识，没谈到过他苦菜。那个怎么读？一家人家年纪出来。上海的代表，如果阿拉领导问我，啥花代表上海的水果？我讲我阿拉苹果啊，白玉兰。白玉兰是上海植物，啥个花代表上海？白玉兰，啥个菜代表上海？没个。如果要评选，我提议叫太空菜，因为太空菜实在太神奇了。伊是在上海个土壤上生长，侬一到外地去，迭个菜对伐？伊一直往上长个，不会塌下来，永远不会塌下来。所以阿拉晓得太空菜，它到后头平个啦。对吧？搿太空菜炒年糕多好吃了，太空菜摆辣南锅也好吃。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特色，阿拉上海鱼是上海特色，鱼是上海的鱼。阿拉小朋友一定要学东西。经过阿拉个努力，经过交关领导同志的这个老开明的一种讲法，现在呢，总算视角为呢，辣原来搿只问题啊，撤销之前。又下了只问题，所以允许阿拉些小朋友辣辣学堂里向课余的辰光、回来的辰光、搞活动辰光可以讲上海话。因此，我希望在座各位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婶婶阿姨，那万岁去小朋友讲上海话，那努力搞一下上海话，让伊拉用上海话交流了上海事体。迭个呢是那为阿拉上海人做一桩好事体，因为现在的阿拉有搿种形式。包括你在大世界叫妇女节，真的是来之不易的。阿拉曾经写过报告，曾经领导推心置腹替阿拉苦心，特别阿拉这个行当，我从啥从啥的唱滑稽的，唱滑稽的啦，别个上海话，因为是上海的一个地方稀缺的地方缺人，如果伊不讲上海话，就应该缺了没了。但是侬阿个把那个上海话，你把那给讲了。我其实不讲话，我跟哪来的？所以阿拉现在个领导就开明。最后，阿拉后真社会实现了，现在是大了，讲了现在大了，到京上回来了。伊离开上海之后呢，
李承清离开前头讲过三句，这个三句话，我觉着真正体现了这个科学的发展观，是与时俱进的。最后，伊在搿只搿个问题上向达成共识，大家来赞成。第一，推广普通话，这个没变。阿拉中国人国策，阿拉国策是搞五搞五四三，侪要学会普通话，这个两个对个。第一句叫推广普通话，第二句保护上海话，上海话要保护。不保护才会讲。第三句要学会外国话，因为阿拉将来得世界接轨嘛，要讲日本闲话，要讲英语。所以我觉着呢，后正中这个三句话是讲了老对的。一个是上海话，一个普通话，一个外国话。那么呢，总结一句闲话，叫学会数理化，走向天下都不怕。现在呢，学会三种话，走向世界都不怕，对吧？所以我阿拉这个领导老高明的，这个三句话呢，我跟大家共鸣，这个三句话。所以你看小外哥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学上海话？我跟你说，学上海话以后好处很多的。根本是第一段，我就跟大家讲，为啥讲上海话，就传承了上海人的特色。阿我呢，谈谈上海滑稽戏的上海话欢喜。我所指的是啥个？我就是个滑稽剧。我从事搿种啊，已经四十年了，将近四十年。我前辈呢，勿多了。我参加这个滑稽戏的演出辰光呢，是七十年代辰光。阿拉搿批人呢，拿屎吃的比较重，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呢，阿拉俩老先生出来辰光已经吃老没事了。到后头呢，年纪也大了，搞那学生啥没精力了，搞不动了。所以我出来搿辈辰光呢，我吃拿屎吃的比较多。所以姚慕生、周伯承、余云林、杨华生，这个小西西的隔壁老师的表演，隔壁老师的讲课，我才去听过。所以呢，我这方面受的教育比较深。葛末呢，回过头来谈谈阿拉上海的滑稽戏。上海滑稽戏分两种，一个叫滑稽戏，一个叫独角戏。这个是啥来源呢？我得大家谈谈家常。辣一百多年前头。当有人讲去年是一百十周年，也就滑稽戏诞生一百十周年，但是呢，还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。当然，没个权威的鉴定讲，搿一定产生了一百十年，或者一百十一年，或者一百十二年，产生了要经过科学鉴定。辣没个科学鉴定下头呢，啊，达个共识就是已经一百多年史了。葛末当时光呢，搿滑稽戏的独角戏哪来源呢？西游独角戏，搿么独角戏哪能来呢？有三个说法。第一个说法是阿拉上海的城隍庙才产生。城隍庙侪是各位晓得的五方特使，里向都是卖啥物事？卖李高堂。卖李高堂的老泥人啊，伊本事老大的，伊可以一面做李高堂，一面唱。啊，这个嘛，这个药，我把我这边杀个药，这个药我药过哪的，一面做一面唱，这种方法。还有一种呢，伊做好李高堂，伊拿走李高堂呢，到马路上来卖。比方阿拉去大世界，大世界旁边就是个菜市街，宁海东路菜场，老早就菜市街，八仙桥，搿个几个地方侪上海市中心。葛末搿种老先生呢，做好这李高堂，把它相信，伊到一个地方呢。考考路过，考考我一考嘛，大家注意力集中了，最后嘛，伊来上来唱，唱啥么呢？唱过中国样小调，讲过中国样笑话，讲到了笑到肚皮痛，到妖精怪神怪要买糖了。那我今朝不是专门来做买糖啊？我只要讲笑话不是专门，我也来买糖了，因为我也生活了，所以呢，伊买糖，那糖买给老百姓，买好这个钞票呢，伊自家生活。那么这个唱的内容呢，多方面。一个方面呢，伊唱的是新闻性的，啊，比方昨日虹口呢火灾烧火着火，着火呢大家倒了，那我刚才笑话不能听听，大家听的时候呢，脑子当中引起警惕，屋里向呢呼之小心，不像哦这个虹口的跟人家一样的，哪能呢煤油炉子打翻，不晓得那个那火气灭个，啊，不要那湿气灭个，反而那纸头旁毒的。闹笑话了，唯一那个屋里向火烧，箱子嘛不停的倒的，拎着只马桶倒，因为这笑话吓死来的。那记牢，真正要火烧呢，自家屋里门正位行，搿只包括屋里就倒。
所以呢，一方面带宣传性质，一方面是刚刚社会新闻。到后头呢，伊就根据社会的潮流，越讲内容越精彩。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辰光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拿阿拉上海成为一个孤岛。辣迭个辰光，阿拉滑稽戏人去了老多处，伊辣辣杀伤当中就矛盾直指日本帝国主义，号召全国人民抗日。所以迭个一点是阿拉我老祖宗搿做到的爱国主义的情操。侬比方讲杨武生，我老师，杨武生参加过演剧队，伊勿仅辣上海唱，伊阿拉江浙一带大后方去唱宣传抗日。葛末搿是蛮理解的一种形式。另外一派呢，杭州，杭州有个唱小人混的，叫董宝林。迭个老先生呢，伊也有票商的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，一个苏州人，叫啥？叫王洪仁，也是唱小人混的。葛末为啥唱小人混呢？小人混实际上都是些先生，因为伊拉是唱的辰光呢，内容越唱越丰富。后来呢，迭个矛盾的实施官府。特别是杭州的董宝林啊，胆子非常之大，大到哪个程度呢？杭州有个警察局长叫华敖，这个人，这个警察局局长呢非常恶劣，专门欺压老百姓，老百姓对伊呢敢怒而不敢言。唯独这个卖年糕的，伊每天来了到辰光呢，到这个地方那个箱子里一放一箱子糖，这个人良心老平的，伊讲我也吃五角银。这个一箱子糖卖掉，我不卖第二箱，卖第二箱我发财了。但是我一箱子我足够生活了，因此伊留下规矩，我可以跟人讲笑话，我可以唱小调给人听。但是我卖糖只卖一箱子，我够生活，我不要第二箱。两面一开始来上海讲故事啊，讲笑话啊，实质矛盾啊，实质指导的警察就个坏警察。光说呢，今朝我过来老闹忙的，为啥？我忘了出了，今朝结婚。已经讨子七个老婆了，今朝又讨第八个老婆。阿拉老百姓呢，饭也吃不饱，在后世又讨子八个老女人，还更开心。伊又骂成警察员，结果把那个警察局局长晓得，就拿伊抓到警察局去。哎，侬哪能骂警察局个局长啊？哎，我又没骂伊个。大家在听就侬讲了骂阿拉局长，今朝讨小老婆了。哎，那警察是讨小老婆了，局长是讨小老婆，讨小老婆不关侬啥事体啊？啊，我刚讲过这个事，讲过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今朝人身体不好，侬身体啥不好？我发寒热，我脑子昏脱了。我搿刚吃过热昏的汤，我是讲啥物事也忘记光，是我讲，我哪脱，我没讲过。跟哪会得讲勿对？我热昏了，我发寒热，头脑发热了，头脑发热我讲勿好算数的。哦，好好，别了，迭个人头脑发昏，放一包，放一包，放一包，我走出来。走出来，警察就又唱了。两面一响了，汤风进有了，汤风把进有了，当金把进有了。警察来问伊：“侬唱啥么子？”我说：“小热昏。”那这小热昏，我脑子昏脱了，随便唱什么，唱歌不拉脏的，不算数的，所以唱小热昏。从小热昏的基础上，慢慢就发展。所以上海一个，杭州一个，苏州一个，这个三个人有三个流派。所以这个三个流派起源才是一个。唱小热昏，第二呢买潮包，啥叫买潮包？现在老早买报纸啊，从前我买报纸不像现在，有的报亭啊送到屋里向来，从前有小段有人来马路上买的，买报纸。那为了生意好呢，伊那个内容呢唱的不听听，讲的不听听。今朝报纸上看啊，老重要啊，三年的三年间有啥事体啊？那隔壁啊这个啥地方的打仗啊？这个报纸叫抄潮报，潮报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是从口头语言创作，伊拉本老大的，可以拿当天新闻用嘴巴讲出来，同时还拿小调唱出来。那么搿种一来呢，这个三个能力，一个唱潮包，一个是这个小热火，吸收了北方相声的这个要素，慢慢积累，开始有人的专门职业，礼高头勿卖了，报纸也勿卖了，专门唱。滑稽了，咁上滑稽上又上第二个呢，王洪仁。所以阿拉滑稽就来讲三大家，三个起源，第一个叫王洪仁。王洪仁这个老先生是苏州人，伊原来在上海洋行里头做活动的，后来呢出来了，等我西班子里做丑工，做跳小丑的。
做了蛮滑稽的，大家蛮要看伊的。后头有一趟呢，只电影公司老板办生日，叫伊去唱大会，一家子出一个半钟头，又唱又讲，搿老板开心了勿得了。一个侬迭个没到蛮灵的，侬迭个叫啥物事？也讲勿出，伊讲我有能唱唱不想想了。哎，侬一家子唱一个角色戏嘛，就唱独角戏，侬叫独角戏好了。哎，王洪仁想到蛮好，有些人开始产生了，王洪仁唱独角戏，所以王洪仁第一个唱独角戏。阿下来的呢是这个阿拉个这个小刘春山，刘春山上海人，伊个儿子叫小刘春山，到现在活了还，已经94岁了，老先生到现在还，哎，所以这个呢是阿拉滑稽戏第二大家，还有社会滑稽。三个大家是阿拉滑稽戏的起源史。那么开头辰光，大家在这个唱独角戏啦，啥叫独角戏？一个国生戏，独角戏，一个叫老牌滑稽，一个叫社会滑稽，一个叫潮流滑稽。潮流滑稽专门唱现在很潮流的东西，社会滑稽唱社会阴暗面的，老牌滑稽唱的老式的，靠苗根豆芽等等高头小段。这个三个老先生呢，被他做使命做大了。后头到了抗日战争辰光呢，侬想，伊拉发明一个独角戏，两个人说相声，像是相声一样，一个上手一个下手，叫滑稽戏，叫独角戏。那侬讲句，我讲句，侬讲句，我讲句，葛末这种形式比较单调。哎，伊拉好极了，对话剧，以话剧以文明戏嘛，搿多好了。有的讲，有的唱，葛末阿拉来联合起来，阿拉一道搞戏伐？搿能一个搞出呢，一个新的节目诞生了。就叫啥？就叫滑稽戏。所以滑稽戏、独角戏发展而成的，是先有独角戏，后有滑稽戏。葛末阿拉从现在来，归类的时候呢，滑稽戏属于喜剧范畴，喜剧的范畴，伊得粤剧、沪剧、昆剧，对吧？侪一样的，属于滑稽戏。独角戏呢，属于曲艺，曲艺啥物事？评弹、浦东十四，对啊。这个是山东快戏，这个属于曲艺。所以刚刚老包，我是中国曲艺界玩副主席，我是做过，就是中国曲艺，我是比较熟悉的。阿拉中国曲艺哈巴拉是大大小小，老结棍，有300多种，到现在100多种。现在我要来海个几样物事，大概是比较熟，一个是最红的二人转，山东快戏，大鼓。那么这些节奏呢，从前辰光，侬要红，必须是上海来演出。到上海来演出，一定是大世界来演出。如果侬到大世界来演出红了，侬才是好演员，才算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大家。所以这个大世界侬还可以，很多很多人来到此里来。大概了年纪前头，阿拉中国春节晚会现在主持叫姜昆。姜昆才是主席，从前姜昆前是啥人？小菜舞，陆玉生。这个老太太呢，有一趟到上海来，伊跟我讲，伊讲王志刚，我来上海办个演唱会，我做啥？伊讲我是大世界唱红的，所以我想回报上海观众，我到上海来办一个演唱会。搿辰光已经80多岁了，结果老太太演出，阿拉来办演唱会。搿老太太名字叫陆玉生。我讲伊只代表作，大家一听晓得。伊80多岁的人了，这喉咙还老好。伊唱啥物最出名了？一只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，里向一个崇祯五岁戴后生，迭只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就是伊唱。80多岁的人到电台里去录音去，用了100多个人的一支乐队，因为伊迭个是天津，伊是天津。而天津出的领导呢，是老关心文化，啥人呢？李瑞环。四世同堂拍李瑞环的辰光，李瑞环同志对搿只戏很关心，专门点名有搿只主题曲必定好唱，一定要让陆玉生唱。迭个我记得陆玉生已经83岁，一个叫伊唱，结果是请伊来唱，跑到录音棚一看哦，搿整个棚里向呢，100多个人的乐队，侪坐好了。今朝唱啥人啊？陆玉生，100多个人，一只乐队坐好，两边四步子练好之后，老太太录音了。大家跑一看，到处在哪去？因为对当然都老熟悉。
一个老太太，人生一命五十几，头发稀稀白，气度不凡，卖相倒蛮好，就是矮不过，但力道没啥个。哎呦，那阿拉一百多人为迭个人服务啊，这理瑞外地的，照样一场。老太太上来，贴当中一列开始录音，导演手一指，指挥手一指，开始唱。一台起声音响，整个录了一段，四四动荡。重振河山待后生，千里刀光影，啊，就搿段物事。搿段物事录好之后，没一眼声音。老太太唱话，一台收脱，没声音。五分钟没人声音响，导演听啥道理？哪能声音没了？就问了录音师，哎，录音师啊，哪能现在没声音？侬到底录好没录好？阿拉是不是还要来几遍啊？录音师呢？我录好了呀，一个那么声音的了，唱了刚好，我还啥个记得死你了，用不着嘞，一边头过脱啊。所以这个录音师把这个导演一听听走，然后导演出来宣布，刚刚一次都声音了，就这个83岁的老太太唱，所有人立起来对老太太鼓掌，83岁，所以四四同堂的这个录音生。千里刀光影，这个文字，重振河山待后生，就是罗云生唱，罗云唱红就了四年，因此伊辣辣八十几岁，毛九岁这辰光，伊到上海来演出，办一个演唱会，就辣辣一副舞台，所以我对伊非常佩服。虽然讲伊去世了，伊是俺老子，侬我也相信福建，但交关物事学到个，伊又是个北方人，是天津人，伊一辈子。有几样么子不吃的，有种大家做得到，有种做不到。一个那个老太太有几样么子不吃，一香油吃的，搿嘛啦，女同志可以做到。第二，北方人老酒不吃的，一斤冰了不要了去。第三，侬万万没吃。陆玉生一辈子从伊10岁开始学艺，勿吃辣椒、葱、大蒜、韭菜，一切刺激乌龙侪勿吃。作为一个北方人，能够做到搿一点。真的难能可贵，为啥不吃？伊是保护嗓子，所以一辈子没吃过搿一类辛辣个物事，所以老太太喉咙绝对绝对好。葛末，伊拉呢侪以此类大世界为荣，重演了此类演出过。葛末阿里伊是二楼个剧场，二楼个剧场就个上上下老便当，露天上呢又是个，三楼一只剧场，四楼一只剧场。过去阿拉老年人到此类演出不容易，侬能够到。大世界的演出已经老了不起，因为啥呢？过去唱滑稽戏地位比较低，在等啥物事啊？等了马路上演出，小菜场、空地浪向、三国花园门口，所以呢，搿阿拉个滑稽艺人了，水平实在是老高。对当年个社会个眼光，阿拉今个滑稽艺人实在老漂亮，而且阿拉个实勿是拿毛笔写，是拿白纸写。搿地方人家也勿认得侬，搿侬哪能表演呢？伊没地方个呀，就辣马路上辣一块地方，拿个书写几个字，一般会写五个字，叫通天大舞台，通天大舞台，挖一块地方。伊人家看迭个啥地啊？哦，通天大舞台唱戏，于是立了迭个白个戏外头，伊就辣通天大舞台表演。所以迭个字白说啥字，属于阿拉基本功，阿拉两个老先生侪会得。侬勿要看杨华生。杨华生老师的字老漂亮的，伊老早开过旧货店，自家广告嘛在自家写的，所以字写得漂亮，伊拉本事侪老多。乃末等到外头唱了红了，大世界老板会得请侬的。大世界老板大家晓得，开第一个黄初秋，第二黄金英，迭个两个老板，一个做药的，一个做流氓。虽然讲伊拉个处境不同，但是搿两个老板有一点是。相似的，啥物事？伊拉对艺术老懂，所谓艺术，伊拉老识货的。侬到大世界里唱，勿是一般人勿唱。像阿拉现在唱，我现在来讲，那个一个叫出来，伊是卫视十剧的，有其他没啥这个用场的。老早勿是，老早每只剧场里有搿种人跑进上记录，伊又根据剧场里个人来写，一看多少客人。伊会写一下，做啥保镖？今朝王汝刚呢做讲座多少人？
等在我做好我背景上的某某人有多少人老辣手的实际要算一算的，因为人少那算了跑了到后头人侪跑光了，但我不去，用不着我多做了，第二天就回到我生意了。像侬迭个生意，侬迭个报告勿灵光，没人听的，叫我还是生意没了。所以，那人越多，讲个人越开心，人来疯越结棍，搿生意也做得下去。所以老早个艺术在外头，一旦青龙到此地，大世界的艺术，说明已经对侬成就肯定了。那么迭个辰光呢，进大世界演出呢，一楼、二楼生意办好个，因为啥？上上楼梯便当，三楼也可以个。你把两个老乡讲不听，阿拉顶下到四楼到三楼，为啥呢？楼浪向呢，年纪大了，有种人东宝一层也不肯的，哎呦，吃力来用东宝的不上去了。那么上去之后呢，开始看了咯。等到中央场里向，中央呢在做十几头的，所有人来我来做这个表演，人家来人家来唱戏。只要中央场里只喇叭一出来，公啊公啊公啊，哐！公啊公啊公，哐！啥的啊？十几头开始表演，哐！全部去看十几头去了，全部跑到一家不听。像搿种情况，继续还接下来，后头人勿来塞，经勿起考验。所以集团好坏大太多倍。那么搿搭个老板呢，真的是老聪明。侬滑稽头个人晓得个，那脑子是好聪明，所以拨侬勿有好场子。啥地方呢？往往把侬四层楼。搿搭两个上头最高头四层楼，搿四层楼上头呢，人去了比较少了。搿么哪能办呢？两个老年人老聪明的，隔壁是大世界里向个十几头，十几头养过养哦，烤炉打过，声音一响就去看了。真正勿得么牵只老虎出来了，牵只熊出来了，这个倒有好看，大家侪看了。搿么能伊哪能办呢？阿拉老年人老聪明，辣四层楼向，伊有搿辰光又没活动了。没活动啊，就是有一张麦克风录笔下来写啊。伊纯靠自家嘴巴来讲嘞。这个老板老聪明，这个老阿拉这个老乡老聪明。我啥么？我火车叫，伊外头摆噱头，火车开到大世界，实际是一只算盘，打个算盘啦，一只算盘下过来，为那只模拟声音，火车来啦，呜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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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搿声音变成叫到我是响。隔壁呱呱呱！咦，那上头有得火车声音嘛？咦，上头是有得火车声音，呱，再人气跟上去。所以种种办法，拿那个观众吸引到自家场子，是每个进大世界演员个必然的本事。所以大世界是非常能够锻炼个演员。所以个表演到后头，伊个表演个作风啊，表演个内容，表演个风格会起到变化，就是个越来越硬个。观众需求，至于侬认为这个侬认为这个自家感觉好，而且观众人看到下去，人会得越来越多。要不然的辰光，伊自家晓得迭个饭老难吃。所以大世界就搿能子。葛末等到大世界演出辰光呢，阿拉是主要是演出独角戏为主。独角戏大家晓得个是两个人为主，一个叫上手，一个叫下手。葛末上下手两个人呢，伊个表演是哪能呢？又分工勿同个。像阿拉团里呢，上海现在三只滑稽团，我所属呢叫上海人民滑稽团，还有一只呢上海滑稽团，还有一只青年滑稽团，总共有三只滑稽团。那么我是人民滑稽团团长，阿拉集团呢是唯一个被这个文化部命运为独角戏这个传承单位，上海滑稽团呢是滑稽戏传承单位，所以阿拉对独角戏的研究呢要比较深，要传承人也比较多。阿拉非得有男子滑稽戏，而且还有女子独角戏。男子独角戏，阿拉讲出几档来，胖胖强，比方毛孟德、得沈永海，对吧？这个张小林、徐海丽，伊拉女子独角戏。林雪彪、张定国，啊，等于侪是我周星爷、傅志明，侪是我头里向来的。那么女子独角戏现在是两个女的表演，搿比一般男的呢，也比较来得辛苦点。搿样子，我们呢，请上我两位青年女，表演的女子独角戏，掌声有请曾毅、齐生毅。曾毅来的大家，那这个领导气了王老师，那看到王老师了容易哦，真的，哎呀，开心。王老师，今朝侪哪个观众啊？来，我都看看。
来，今朝在场的观众啊，那真的老福气哦，福气到福气，搿个大家上课哦，有缘。一般性王老师勿得人家上课哦，真的老福气啊。所以讲，那这些王老师呢，现在让伊去休息休息，吃口茶啊。这些王老师呢，还有他很多的人生阅历和我们滑稽的故事，要为大家分享。是。葛末趁阿拉王老师吃茶的辰光呢，阿拉两家头呢是王老师刚上课，哎，是滑稽女演员啊。滑稽女演员呢，大家侪晓得个。吃、学、做、唱，侪要会。对呀、啊。其实呀，今朝在场观众啊，非常好，大家老热情啊。是的。侬看，阿拉为大家表演点啥？对能噶，阿拉为大家讲讲阿拉中国的戏曲，好吧？搿啥戏曲了？对个、啊，中国的戏曲来西游记的演员里头上，南腔北调，丰富多彩，剧种繁多，百花盛开。哎，搿侬晓得有多少剧种啊？一共有300多种剧种。哟，有得介许多啊？对个、啊，最主要剧种有京剧、越剧、沪剧。江淮戏、梆子戏、柳枝戏、滑稽戏、皖南戏、皮影戏、湖南花鼓戏、云南花灯戏，啊，顶顶好看，活成七八戏。哼，那侬活成七八戏也有啦。耶，侬没看见过吗？啥么子啊？哎呦，搿老早马路高头老多哎，啥么子？一个人哦，手里拿着老大的铜锣，拿铜锣，旁边两只小学生哦，跳啊跳啊，闹嘛闹呀。哎，真呀。侬讲的迭个勿属于戏曲啊？搿属于啥呢？迭个属于民间艺术呀。哟，哎，侬对戏曲好像老有研究的嘛？当然啦。不瞒侬讲，我经常同迭些艺术家们同台演出的。侬同艺术家同台演出？不相信？侬不相信啊？嗯。搿么我可以表演拨侬看一遍呀？哎，搿好呀！演员啥人来啊？我来呀。主持呢？我主持。哪些啥人扫？侬扫。开始啥人跑？侬跑。哪能想得出来？哎，我是演员嘞，其他事体我做不来的。哎呀，侬又不会得唱，跑跑开始做做垃圾嘛也可以呀，这叫分工不同。侬哪能晓得我不会唱？哟，听侬的口气，侬会得唱了。当然了，侬能够唱啥，我也能唱啥嘞，是吧？哎，那么我唱东呢？我唱西啊？我唱上句？我唱下句？我唱江文明？我唱江丽吗？我唱是谁？我吃的台湾。不是口误，口误是给那个害虫吃的地位。对，能也差不多。那么来开始好吧 ？OK。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下面请看的是黄梅戏。黄梅戏是安徽地方剧种。今天我们演唱的是严凤英和王少芳的代表作《天仙配》选段。天仙配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搿出戏大家大概老熟悉了哎。大家熟没用上，关键侬熟啊。我啊。熟啊！搿太好了，我来演七仙女，侬来演董永。啥人？董永。董永啊！对个。哎呦，巧了，董永我认得嘞，晓得个。认得。阿拉搿边邻居啊，这小姑娘股票炒了勿大好。我陈勇侬勿要搞，我讲个董永是古代个，是黄梅戏里向男主角董郎。哦，董永，董郎。哎，会得唱啦。唱唱唱，侬唱，侬随便唱到啥地方哈，我跟侬一道唱。董郎娘子。古代辰光呀，啥地方来插头了？哎，胃口刚好，又补
嘞。哦哦哦，吃不消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搞错了。哎，阿拉再继续唱唱下去。没办法唱了，为啥？哦哦哦，侬唱都唱了还可以。哎，就是讲闲话七点八度，没办法做呀。哎呀，搿讲闲话七点八度呢，不好怪我，要怪侬的呀。哎，侬讲闲话七点八度，怪我啊？当然了。哎，刚刚王梅西。王梅西是侬自家点哎，侬点么肯定侬拿手的呀，对不啦？我又不拿手，我讲我肯定七点八到。那么，侬啥拿手呢？告诉你，我是湖南人，湖南有一个花鼓戏，对对对，花鼓戏里有一出戏叫《刘海砍樵》，嗯，里向有两个人嘛，两个，男的是刘海，女的是吴秀英，对能讲，我来演吴秀英，侬来演刘海，侬演我啊，老公，你滑稽吧？哪能又做了男人啊？不是，侬男人演得太像了，大家看到了，葛么继续演下去啊？哎，更好呀！这宋庆龄呢，我就是侬个男人了啊！来，叫上老公。哎，口气要加大好吧？请问你有这个功能吗？哟，像真的一样的，等侬心情开心的呀！我意思呢，辣辣舞台高头演侬个老公，生活当中嘛，阿拉两家头一看就晓得了。奶奶。一只品种呀，刘海广，武大吉。女人真不简单，说起话来滴水不漏，佩服佩服。哦，我听出来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要唱京剧《沙家浜》？哎呦，搿趟拨侬猜对了。再猜，阿拉唱一唱。阿拉今朝要唱的是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里向的片段《智斗》一段。智斗啊！哎呦，经典经典啊！里向有三个人吗？三个，阿金嫂、刁德爷、吴团魁。Hello， 哎，其实你哈啥嘛？哎，拨侬商量桩事体好伐？啥子呀？哎，碟子哦，哎，能不能让我演里向的女主角阿庆嫂啊？啥物事啊？侬想演里向的女主角阿庆嫂啊？侬啥体格大惊小怪，哪能不可以啊？真呀，不瞒侬讲，女主角阿庆嫂不是人人侪好演的，具备一定的条件呀。侬刚刚看，那，人物稍微长头点，端庄点，长得么稍微大方点。侬好像总归哎缺少了点啥么子哦？不是，侬啥意思啊？侬意思我这面孔长得老难看，像只活神了？没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家侪看到了，侬这面孔呢也长得老漂亮啊，就是帮我比起来呢，还稍微太白点。咦，哎，哪能这个人感觉介好啦？哎，侬想想看呀，从上台到台，侬侪唱主角，我侪唱配角，侬侪唱女人，我侪唱男人，对吧？我是女人呀，我女人也好做女人呀，为啥一定要叫我做男人啦？哪能意思啦？我唱不过侬啊，侬看不起我了？哪能我主角唱不来，我只配唱配角啊？侬啥意思啦？侬在让我唱主角的呀？哎，侪是侬讲了算啊？真的对吧？那阿姨那拍手那看到吧？人家看不过去嘞，这枪我整好了就是讲。搿阿姨啊，搿阿姨侬答得来？都侬勿得讲呀？哎，真呀，侬嘛火气也不要加大，天气嘛加热，有闲话好好叫讲。不是没话好，没话好好说。不是呀，不是女主角啥人唱，不是我讲了算。啥人讲了算？侬快点讲。侪是我观众讲了算的呀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哪讲伊好演女主角吧？阿青嫂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搿掌声要分享啊！就是侬京剧哦，答得来的。哟哎，哪要拍手对伐？一道拍，不要滴滴答答。哎，就是滴滴答答老难听啊！伊好唱好演伐？哎呦，今朝不是一个阿姨哦，打得来的侪是傻家，傻家好。
老母杨氏婆婆真的侪来啊，侪来。谁大家捧我上下家啊？谁大家？喂，我晓得侬唱京戏啊，我有先见之明。等侬道具也准备好嘞，道具也准备好了，有预谋啊？那这个啥么子啊？哟，有那么看见过啊？搿是阿青嫂把雕得有丑相介样。哪能刚上的啦？哦哟，侬要一笔写加一张嘞！我妈搿根香烟哦，真的是不容易哦。哪能？各位哦，都北京的上层去跑了的。做啥啦？上层多少高啦？哦哟，我蹦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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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蹦到上层最最高的嘛得来呀！这个就是长城牌写加烟。干嘛的开嗓啊？张参谋长，烟不好，请抽一支。是正宗的。哎，大兴啊，当然尊重我了。味道怎么样？吃不吃东西？哎，侬闲话噶许多啦！难怪面子高八颗是傲少爷，差面子高傲少爷去，肯定比侬差了不少细节了，讲真的呀。哦唱滑稽比男同志难唱，为啥呢？小姑娘要搞点形象的，像男的呢，好做到游泳场底的；小姑娘做一奥运场，人家是三点嘻嘻了。但侬又不是三点，你不好笑，所以这分寸呢也掌握好。这个两年咱的对象，现在个目前呢，阿拉这个当家花旦，曾毅呢是我学生子，是我唯一个学生子，我唯一个女学生子，我还有两个男的学生子。一个叫沈亮，一个叫潘继伟，眉毛苦大的对吧？四月对吧？在在我上次，我为啥是我上次？其实我自噶本事不大，因为我是传承人，传承人的责任高不？我一定要是我上次。所以这个唱完起来，其实大家晓得，其实蛮难唱。有时候晓得，唱完就平淡些。经常有辰光爬了马上，有时候阿姨啊、热心观众啊、老伯伯带着小人过来。看见我老客气，哎呦，王汝刚，阿拉在外省了，伊手头了，伊是读书读不好，伊唱话剧大概蛮好一个。啊，我想手头是唱话剧唱得好，哎，讲海那个，啊，讲海更加唱不好了。唱话剧都要看讲海，其实是蛮聪明的。首先是要经过生活的磨砺，所以阿拉些优秀话剧演员，在自家了生活方面，自家独到之处。侬比如我老早当李军松，李军十三岁就唱戏了。伊爷娘也是唱戏，李军松三妈是伊个，伊老师文冰冰，这个李军松，毛妈的重新做啥？毛妈重新做演员，做演员，沈永海对搭档做啥么子？搭脚手杆，巧不啦？一个搭脚手杆，一个做演员，那拍得蛮好的。所以讲，阿拉经过生活，阿拉热爱这个事业，所以阿拉才到达一起来。但是跑到搿搭也勿容易，能够辣搿一个圈子当中，能够辣为搿个滑稽事业做贡献。像我本人，大家对我比较熟悉的，从我出过队、下过乡、到过农村，但我做到过工厂，再去学医科，我做过创意的，所以其实我
穿衣说，医生，其实我水平蛮高的，我学中医，就是我真的是不去上唱滑稽，我去做中医大概我也啊蛮有出息的。但我最苦的辰光是在农村，因此医国生呢，医生养生，我大概医的最好是农民。男的叫我做乡下人，我老讲，那裤子就连裤脚骨翘起来了，挑担子又挑担子，做生活又做生活，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，一生不过五年。我出来了，出了江西，搿辰光作业，七十岁十六岁，十四岁十六岁，小离开爷娘，我那文革结束嘛，屋里成分勿好嘛，叫我到农村去，我又到江西，所以到农村去交关苦。实际上，迭个对我生活来是磨砺。比方我辣农村当中，我又深深觉得阿拉的文化重要性。我辣农村艰苦当中，也正因为有了文化，我稍微比他懂一眼，我日脚呢稍微比他过得好。那比方讲，我当时我来农村下，农民看我年纪介轻介小，不会做事体。跑得去第一句，我农民又讲当眼出来。我跑得去，人家农民问我：“哟，侬这同志姓啥？”我姓王，哦，王同志啊，那爷几时死脱的？我说爷没死脱。哦，那妈几时死脱的？阿拉妈也没死脱。阿拉爷爷侪没死脱，我爷爷侪来呀。谁来不来信息的呢？因为我们出来了，我们要锻炼一样的。毛主席讲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，因为毛主席还能来过啊。哎，我想到对是个错，那农民又不理解的，干脆你到来做啥？但是农民对我老好，哎，等了一面有农民对我些真，因为我识两个字。到了个农村的，到外地去人老少老少，只有出川军的人到外地去了，在打工的时候没老少没的。那么我做川军的军服员军人呢，相亲相到屋里向来的，爷娘侪不识字的，要有人读信的。搿本来这个读信呢，侪是请小学堂里老师嘛，搿毛堂里老师嘛，拿个一看嘛，读拨人家爷娘听嘛。没后头人家一讲，哎，伊拉识字的，叫我来读信，我呢就将心比心。我去家长呢，对自家子女辣辣外地是老担心，老关心。一旦来信呢，侬话在妈妈屋照这个上面读读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我得尽量能够多读一些，拿我自家有限的知识讲给伊拉听，搿能呢效果更加好。那我读信呢，就勿是读信了，变讲信了。我那儿子来信了啊，那部队讲最近呢有了大礼兵，大礼兵蛮辛苦的。那我呢看到了报纸上内容讲不听，搿大礼兵呢打仗事体，现在广州地方呢。天气蛮热嘞，那么讲对白对你地理知识，广州离开那这个当兵地方，离开二十里多少路，靠南边的，也蛮蛮热的，没什么爱吃的。这个地方呢就叫不晒，不晒过去不吃毛栗子的。侬放心，那你吃毛栗子的就便宜了些。刚性刚兵，搿农民啊，真的是老好。所以观众永远在了一直在我，对我这个读信呢，伊拉侪老认可。到后来呢，搿村里向的人啊。凡是有人读信，不会得把这个学堂里的老师读，不要喊我读。一个老王读信读的比较好，我十六岁应该叫我老王了，因为那个老爷有个知识青年嘛，伊像外头一片尊重，再加王氏，哎呦，老王读信读得好，那么我读好信了，伊拉老满足，那么一定呢要托我吃夜饭，那么我呢面皮老老肚皮薄薄，那么这个当然要吃夜饭。自家里没饭吃，像搿搭吃得一米七顿，吃中间人吃搿老百姓养黄鹅，种地了，苦是苦得不得了。迭个辰光刚死了外块，侪是苦难人辣江西出来个，种桑基稻，夜里向一片稻子水稻熟了割脱，中浪向上头是黄个割脱，中浪向是蓝泥翻翻黑个，下半日再重新出芽，两季头了，马上变绿个。搿水候四十度，太阳晒辣海，下头一方石灰，搿脚捂辣向，脚皮肤烂一塌糊涂，搿太阳搿顶辣海，哎，农民没办法，伊只好做个。搿么我也想帮伊做个，后来阿拉两个队长老聪明，哎呦，王汝刚侬勿要做了，勿要做了，侬勿是会是讲故事个嘛？侬讲故事办事体，难么我担心侬，因为我从小就欢喜大世界，大世界是我福地个，我从小六年级没事体，因为我后期辣后头人。宁海东路第一小，宁海东路的宝东小，宝东小读书离开搿搭，我每个礼拜六读书读好子，夜里到搿看戏的，搿搭门口头买票人人都，来我到搿看戏，搿各种各样戏来看，
十几岁我那个戏子看得老早老早，那我又开始讲故事了。侬没叫我讲故事，讲侬不要种地了，侬讲故事。那我又讲故事，我讲啥么故事呢？搿辰光文革刚结束呀，侬讲才子佳人、帝王将相，迭个不好讲了。搿么讲啥呢？我有脑子一动，讲《西游记》，又冒出一句两句诗文：“金牛奉献千军万，玉宇澄清万里眼。”讲《西游记》，讲孙悟空唐僧取经，搿么笃定讲了。但我又讲《西游记》。搿人个老民老表文化伊没个啦，搿文艺生活是一眼没个。听懂了讲《西游记》，开心死了。乃末农民呢就蹲地下种地，叫我呢蹲树下头讲故事。乃末我又讲故事，所以我里只喉咙呢又迭个锻炼出来个。搿只喉头现在有，哪能够听见？没喉头，我辣水里讲话，哪没办法听出？乃末我哪能讲法呢？其实没喉头我就搿能。农民出芽嘛，一把插过去，插过来，插过去，插过来。那么活动又没了，等了十五等。这个猪八戒啊，这个西游记啊，这个唐僧啊，我现在这边讲，后面我可以保证你能听得非常清楚，听见没有？我应该不吃力的，搿啥五六就能领出来的。结果等了农村里就讲头故事，讲到后头没得了呀，故事没了呀，戏就讲完了。那么我在处理大世界看个戏。侪凑到前头，这个罗南公子中状元了，司令中是后花园，侪讲了《西游记》讲，讲了高老庄、猪八戒、猪八戒啊、甄子丹，侪在前头个。这个故事越讲越多个，所以大家记得我唱叫《流动收音机》，我是流动收音机，搿块地总好到前头搿种，然后跟过去，总好是靠了文化。后来有趟我是班长嘛，阿拉村浪向一个老先生。一个老妈妈去世了，一个五包五，大家对五包五大家没得概念，老早人晓得，屋里向没子女的老太太、老头子叫五包五，国家五镇，一个五包五死脱了，死脱之后呢，全村人为开斋悼会，实际上当农民的下几口，没有事情了。像那家口刚办丧事，拿只猪肉杀脱，实际上大家吃一顿，肚皮里刚刚有事。所以呢，农民看见我五包五死的，村上一人死的，哭不了，高兴老开心，伊都不是钱。那么阿拉知青呀，那么伊拉办丧事不好意思嘛，阿拉来嘛，都台上通知的。今天晚上五包五死了，晚上开追悼会，你一起来吃饭啊，叫一道去吃呀。根本我面皮薄呀，到底知识分子呀？我想阿拉知青嘛，不耐么子不好，上海人要面子呀，空手去不像样。跟我拿打啥门去的，我去看了，一看了，刚新十万没十万，买两刀草纸，这个到草纸是一锅两方里倒，买两锅四方里买两草纸，到面一烧烧它就吃完了。跟阿拉不讲，知识青年，我去买两草纸烧烧，不讲。那么脑子一动呢，我试看了都，看啥？看红眼，红眼像有一个情节叫捉花来，捉花去了，山浪向捉都多了不得了，我随手就拍两个屁股来。做两只框框，一只大，里向只小，上头呢报纸画一画，随后呢是真的形成一张草纸，岛上就形成两种物事，作孽作孽，一种是两种颜色的物事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绿的。然后那只杯子装个物事，那个纸头，草纸做几朵花，做好纸，物事一斤红花，掺点水进去。淡颜色的花，再掺点水，淡还要淡，三种红的就三种颜色，绿的一样的，蓝么是花，淡蓝么是个，最淡的三种就六种颜色的，拿这个么套上去，做了花篮浪向，做两只花圈，加多两种，去送到一个老太太的灵台前头，乡下人没看见过哎，哎呦，这啥么子那介好看啦？上海人是聪明的，做搿只叫啥物事？我搿只物叫花圈。哎呦，搿花圈赞了不得了！阿拉那个，阿拉那个大台会计啊，都是没知识的。哎，这个物事倒老好看的嘛，伊讲，倒灵光的，伊讲，啥辰光做两只拨我伐？伊讲，阿拉摆辣门口里向。哎呀，我那这个不懂，这个我勿好得讲穿了。但我这个物事那一般性讲不好用啊，要有事体了不好用唻。那么大台会计讲，搿是有事体呀。哇，这阿拉农村家人有问题，侬做两次来送得来，我说这个没不来噻。哎，我那里个阿拉不是好毛虚嘛，又比较记忆装死的，最后毛主席讲过去我村上的人死了，开个追悼会，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爱死，有点觉悟，我记得蛮牢啊。
我看最多还要有样问啥问呢？就叫花絮，第三就是花絮。哦，原来这个样子，慢慢的晓得文化的好门。伊拉农民花絮多晓得，但是好了，我生意好得一塌糊涂。这个村里向大的所有人死了，才喊我去种花絮。我不要去，我不要成功了，又帮伊拉种花絮。直到我就要调到上海来了，对吧？那个台上当我提要求的，小王你回上海来，我们组长不让你，我也没适应给那里花絮，但是你这个技术你要留下来。我说我有什么技术？就是那个为死人在完全这个技术留下来。哎呦，我听真啊，又是伤心，又是难过，又是老遗憾。农民啊，真的缺乏文化。我真的拿个技术，所谓技术交给这个农民，让交给另外人，让人那个传承下去。搿说明呢，农村造真正大有作为。搿几年辣农村，我吃了不少苦，但是我吃了不少甜。为啥呢？我辣真正的生活当中，我独养儿子，阿拉爷50岁，阿拉娘40岁才养我养出来。我是老来得子，据说那个年龄养三小，基本上戆大多数。我呢聪明也不聪明，戆也不老戆，所以属于一般性。那我养我是阿拉奶娘奶四嘛，搿哪能办法呢？我是个独养儿子，爷50岁，娘40岁养我，就亲了前后亲了7个奶妈，亲个奶妈养的我。那么有，那么这个奶妈有种苏州人，有种扬州人，有种广东人，我吃伊拉的奶。这个拿一切吃下去了，所以懂事了，胎教很重要，母乳喂养好处多。我大概吃出来国立性的奶丝啊，所以我方言好了得了，我可以大意不来讲句了，确定个方言大概我讲比较好，我会讲20多种方言，而且我这个方言要熟练到哪时候，随便弄一个那张报纸来，那本子上说侬读不过，侬点名，侬来苏州话读，我马上好来苏州话读。任何一个文字，侬拿讲把我读，我马上可以读出来。侬广东话，广东话，我可以马上当然可以读出来。这个我想大家，但我晓得我胎教有关系。但是阿拉爷娘呢，我还是蛮感激伊拉的，用7个奶妈养大我。但当时现在还是没眼光。假设阿拉爷娘当时用个美国奶妈是啥，我会得讲一口流利的英文。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啊，爷娘那样养大我，用每个人的社会上侪有自家的地位。我能够今朝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观众对我支持，对阿拉集中的支持。一个钟头一刻钟广告到此结束，下趟有机会阿拉再慢慢交流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